常年期第十九主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参与这感恩祭。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生同称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愿主在天中光荣，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能称你为父，深感荣幸，求你在我们心中培育你一子的精神，以承受你所预示的天堂产业。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恭读智慧篇。我们的祖先预先就知道那也选民得救的事迹，他们也确实知道自己所相信的诺言多么可靠，因此都心安神乐。所以你的子民所期待的就是义人的救援和仇人的灭亡。当你惩罚仇敌的时候，你也光荣了我们，召叫我们归向你。
善人圣洁的子孙都曾在暗中献祭，同心订立了神圣的盟约，使圣徒们同甘共苦，同唱列祖的赞美歌曲。天主的圣言。攻读自希伯来人书。弟兄们，
信德是我们所盼望的事物的保证，是我们不能看见的事物的凭据。先人们因为有这种信德而得到褒扬，亚伯郎因为有信德蒙天主召选时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发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因为有信德便寄居在所应许的地区，好像是在异乡，与有同样恩许的继承人伊撒各和雅各伯住在帐幕内。因为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这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就是天主。萨拉因为有信德，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竟然得到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信实的。因此从一个人，而且从一个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人，竟然生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又像海洋的沙子，不可胜数。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束好，把灯点着，你们该向仆人等候主人赴宴回来一样。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时，看见那些仆人醒着，他们才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亲自伺候他们。他半夜回来也罢，天亮以前回来也罢，若是看见他们这样，那些仆人才是有福的。你们要知道，家主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要来，他必要醒着，
绝不让房屋被挖穿，你们也应该当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人不管什么宗教，就有不是说喜欢相信一 至少有相信一样同样的东西，就是世界末日。你如果你看从可能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了，你很多小说啊、影片啊、电影啊，就是关于世界末日的。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要接近2000年的时候，很多担心，因为那时候他们以为2000年那时候电脑电子全部就会不能用了，因为00年那个关闭。但是很多人就是胡思乱想，因为已经准备好去面对这件事了。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是很失望，可能他们活得不耐烦，我也不知道了。他们也是为什么世界还没有末日，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然后2001年左右有一片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也是叫2012 那部电影也是讲到世界末日的。那时候很多人以为真的会发生2012，因为那时候那个电影出之前也是很多灾祸，水祸什么都有，所以他们以为2012年就是真正的世界末日，所以很多人也是去准备面对那一天，后来也是没有。所以你看，人就是有两种：一怕死，二活得不耐烦，就真的期待那个世界末日就来了，来吧，就算了。一个就不想面对。准备好是一件好事，当然我们要准备，如果一切灾祸中我们要做一些准备了，但是那个是比较属于这个世界的准备。今天的福音也是有提到给我们一种世界末日的预感。耶稣说当人子来的时候，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那个是其实是耶稣第二次来临，那时候是真正的世界末日。我们所谓听到的看到的世界末日全部不是真正的，因为照我们天主教徒来讲，真正的世界末日就是完全就没有了，地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全部都被审判了的。所以但在现实我们全部过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审判，但是审判有两种：一是个人的审判，二就是共同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过那个个人的审判的。所以耶稣讲到今天福音就是说，叫我们每个人准备好个人审判，好坏天主都决定我们去哪里。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神父也好平信徒也好，他们不想讲到地狱还是炼狱 那些东西，因为他们现在只是喜欢讲天主是慈悲的，天主是爱的。没错，天主是慈悲，天主是爱，但是如果我们做错的话也是要被审判的嘛。所以有些人可能说我怪天主，如果下地狱还是我去炼狱，我怪天主，也不能完全怪天主，要怪就怪自己，因为没有准备好。就像我们知道吸白粉是坏的，不好，吸烟太多也是不好，对身体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继续去做的话，自己活该咯，自己带来的。所以被审判之后要
准备好自己被审判。如果我们选择走黑暗的路，那这就是活该。如果你选择走亮光的路，那就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走也好，怎么样准备也好，我们像一块白布这样，你怎么样摆也是不够摆，不能摆到能够进天堂的，所以也是要去炼狱再漂白。所以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好好准备自己。耶稣也是在福音说，你不要怕那些能够杀你肉体的，你要怕能够杀你灵魂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都是暂时而已，都会过去的，但是过后永生，如果我们选择下地狱，就是永远在那里了，也逃不能逃了的，那个就是真正的世界末日。所以如果我们要准备好自己的灵魂，就要常常的领圣事，望弥撒，领身体告解，这些很多人也是觉得不重要，不领身体没有关系，没有来告解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最后到尽头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不告解，我们就自己选择自己的路了，不能怪天主。所以我们要常常求天主的恩宠，常常求圣神的带领，带到我们走正确的路，而不是能够带我们迷路的那条路。如果我们知道该走的路，但是还选择走另外一条路，那我们只能怪自己。如果我们常常求天主的恩宠，但是不能，我们不想听，也是要怪自己。可能我家的东西可能不是每个人能够接受，听到很不是很好听，但这个是事实。很多人不想讲，因为听到不好听，听到很可怕。但是当我们到尽头的时候，这个我们每个要面对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真的祈求天主给我们这个力量，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好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选择走的对的路。 The world is fascinated by the end of the world. If you look at the past 30 years or so, you will see many literature, books, articles, movies, documentaries, whatever you call it, that deals with the end of the world.The Y2K bug, the millennium bug, when in the year 2000 came, everybody thought that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fail and the world will be plunged into chaos. Of course, that didn't happen. And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disappointed. I don't know why. Maybe they have their warped kind of mentality. Then you have the movie 2012, which talks about the Earth crust becoming unstable and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plunged into a...environmental disaster. And of course, they based that on the Mayan calendar, which stated that 2012 was the last in the calendar, and everything else will go bonkers after that. But of course, the Mayan said no. Mayan, the experts say no, that's just the end of a cycle. And another new cycle will begin. So you see,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either tired of living, and they want the world, end of the world will come,Or they are just, I do not know, just afraid of dying. So they are always preparing themselves physically to face all the disast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hat. That is not the real end of the world. For us Catholics, the end will come when Jesus comes the second time. That is when everything will end. And this is what Jesus wants us today, all of us.To be ready when the Master comes, because that is when the final judgment will occur. We have two kinds of judgment. We have the personal judgment and the particular judgment and the general judgment. Now, when all of us die, we will all get particular judgment. We will be judged according to how we have lived in this life.
And that determines where we go. You either go to heaven, you go to purgatory, or God forbid, we go to hell. But that, we cannot blame God. A lot of people will say, God has predestined us to go here and there. No. It is our choice. We make that choice to go to heaven or to hell or to purgatory. And then you have the general judgment. When Jesus comes a second time, and that is the final judgment. Finality. No more purgatory. It's either heaven or hell. Now,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priests, we don't talk about hell and purgatory and judgment anymore. Because we always focus on God is love, God is merciful. That is not wrong. God is merciful and loving. But we know that if you talk about secular society, if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we have to suffer the punishment. It is the same for God. So, love and mercy, yes, but if we choose to go against that, then we also have to accept that punishment. So, Jesus tells us to be ready because we do not know when it will happen. But how to be ready? It's just to follow the most basic commandment of all. Love God, love neighbor.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Beatitudes, the sacraments for Mass, the Eucharist, confession. A lot of people don't see this as important anymore because it becomes so habitual, it's so commonplace that we don't think about it anymore. But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can help us to strengthen ourselves to face the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today. So if you want to be good stewards, we have to be strengthened by God through the sacraments. And then we can truly become like the servants depicted in the parable today, to be ready when the Master comes. That when He finds us, then we are truly blessed. And we will hear, "Come, blessed of my Father, enter my kingdom."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圣父，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上父所生，而被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定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半阙比拉多之证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必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供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从。 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之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既然是的生命。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聚在一起垂念我们蒙主救赎的奥迹。 现在我们祈求天主，使整个世界都收到救恩泉水的灌溉。请为普世教会的神职人员祈祷，愿基督的爱和怜悯常陪随他们，恩赐他们传扬福音所需的毅力和智慧。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护听我们。
请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在人类安危的关键时刻，祈求天父赐给他们爱心和毅力，使人类团结一致，克服疫症、天灾和战乱。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不听我们。请为与教会疏离了的基督徒祈祷，愿他们心中信仰的种子常得保存，有一天能重新过教会的团体生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不听我们。请为我们堂区团体祈祷，愿众人都成为信仰道路上的同行者，以祈祷彼此支持，以实际的关怀行动彼此相待。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不听我们。请为即将领受夺职的 George 和忠贞执行祈祷，在他未来的夺职生涯中，祈求天主赐予他丰厚的恩宠和富佑。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不听我们。我们现在诵念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文。天主圣神，我们因你的名相聚你台前，你是我们的唯一导师，请寓居我们心中，指引我们该走之路，教导我们如何践行。我们生性软弱，容易犯罪，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不要让我们因无知而误入歧途，而因事而犯错。愿我们在你合而为一，持守真理，实践正义，同道皆行，迈向永生。天主圣神，我们向你传奉以上的祈求，你时时处处运行不息，你与圣父及圣子共同相通，于无穷世之事。阿们。仁慈的天主父，求你俯听你子民的祈祷，赏赐我们所需要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主耶稣，赐心善意，主耶稣。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受纳这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呈现到你祭台上的这些礼品，原本都是你的恩赐，求你惠然接受，并以你的全能使这奉献成为我们得救的圣事。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为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此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怜悯人类的罪过，甘愿由童贞女降生，受十字架的苦刑，救我们脱免永死，又从死者中复活，赐给我们永生。因此我们随同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圣神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作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应得的要地，基督，我们传到你的赏赐，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
圣子已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应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炼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借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廖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热趣完善。求你也垂炼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弟兄姐妹，并求你垂炼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炼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容父玛利亚、她的聘配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赞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敬尊从旧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Thank you.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赐罪者，蒙再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神领圣体经，我主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神领圣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们。Thank you.
请起立，我们颂唱圣母赞母赞主曲。全能者为我做了祭司。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领受了你圣子的圣体圣血，但愿这圣事带给我们救援，并仰赖你真理之光的照耀，坚强我们的信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坐下。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次到本堂的朋友及教友，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在天主内欢迎你们，欢迎。华文教务促进会将在今天中午一点召开特别大会，地点在礼堂楼上的课室，请参与者在弥撒后到食堂享用午餐。昨天八月六号，为我们今天的主祭 Father Philip 郑国豪神父进铎两周年，愿天主祝福郑国豪神父，赐予他所需要的毅力和智慧。请继续的为郑神父祈祷。接下来是为撤族加尔莫罗圣议会和崇祯执事的进铎典礼，将在下星期六八月十三号星期六早上十点半在圣母网建堂举行，请大家踊跃参加。报告完毕，谢谢。就想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和祈祷，这两年也过得很快了。昨天有几位神父也问我，才两年而已啊，我感觉上是很长的，所以，但是要走的路还是很长，我也需要每个人的祈祷，每个人的鼓励，让我能够更加的做得更好，能够服务的更多，所以我也祈求大家为我祈祷，常常能够领受天主的恩宠了。For the benefit of the English speakers, what they were announcing was my briefly anniversary, 2 years yesterday. Felt like a long time ago. Some of my brother priests asked me, "Is it just 2 years?" Because I think they felt that it was a long time ago. But be that as it may, I'm grateful for all your support, your encouragement, and your prayers.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me. The road is still far, and the journey is still long. Pray that I will be a good priest to all of you, a good pastor, a good shepherd, that I will not lose my way, but I will be continually strengthened by the Holy Spirit to do better and more for the service of the people. Yuan Zhu Yuni Men Tong Zai. Yuan Chen and the Tin Zhu Sen Fu Sen Zhu Sen Zhen Jiang Fu Ni Men. Amen. Misa Li Chen. Gan Xie Tian Zhu.